斯文静、韩聪上场，他们的教练同样是栾波。自由滑的音乐是来自于查尔达斯舞曲。查尔达斯舞曲是19世纪中叶匈牙利的一种民间舞蹈。
来自黑龙江省代表队的隋文静和韩聪的表演结束。那么这一段来自匈牙利的一个民间舞蹈查尔达斯，那么他的这个音乐剪辑应该说是做得非常好，他是首先是把这个第二部分，就这段舞曲第二部分弗里斯编在了头尾，中间是用了这段音乐的第一部分的拉扫，这样的话是头尾是两段急板，然后我们看到选手在完成的时候情绪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他编排很巧的就是他把最后一个抛跳安排的最后一个难度来做，这点对运动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对，要求他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成功率，所以他们今天这个整套节目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两个抛跳托举还有开场的一个两个半的单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他最后完成了那个萨夫三周的抛跳，我当时就想起了在今年世锦赛当中夺冠的德国选手萨夫申克斯尔科维，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编排。对对对对。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了选手完成的几个托举，好来看抛跳。这个抛跳做的可以说，因为他们打出的这个，不管完成的这个高度和距离很远，最后一个跳，所以他女孩很充分的能够很富裕的把这个动作完成了。他们的教练是栾波，栾教练呢曾经是我国的一位就是双人滑选手，那么他也是可以说是非常执着于双人滑事业，不管是在当运动员还是当教练员的时候，一直呢现在都是一直在地方就是带了好几对双人滑选手。这次比赛像隋文静、韩聪，还有之前的陈小雪、宋博文，还有张思凡、张岩，都是栾教练带的。技术分54.95，节目内容分35.84。自由滑成绩90.79，两套成绩137.19。这个成绩在目前已经上场的5队选手当中排名第一。